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？马努卡达安苏。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？泰亚根努比比苏。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莫希布布苏。
的努力起来到来不一定只不痛快Never, never, never the night You gotta feel Never, never, never the die 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Are you not enough? I never will Have you forgiven? 你是我的眼，看我也如浩瀚苏海。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眼前。菊花开满地草，你的笑容。比比不尬，干你娘鸡巴！操你妈的吹喇叭，五大师比比，现在五大师，我想在五大师比比里面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币。我喜欢打手枪。我操你妈鸡巴！可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，比五大师不尬，比五大不尬，不尬是你的懒觉，比比是女生的比比，懂吗？Thank you.
坐旁边嘛，昨天没拍到你，昨天是拍晚一点。没有，欸、没有我们一球，我跟他打架，他去练饶舌，人家很脸很帅，很适合饶舌。没有，我不是跟他摔跤，他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，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，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跤，我适合打手枪。你们是两个哈？你看，我适合打手枪。你看，我适合打手枪。这是我们的班导，拍一下，两个班导。
变成五十公斤，然后过十个月后怀孕生下来一个宝宝，就是我，就是那个叫做精子跟卵子结合起来，然后就会生宝宝，就会产生了一个东西，然后爸爸，然后妈妈会讲啊，一个月虚虚啊，好痛啊，就产生一个猴子，他们在那个一直会一直乱叫。做爱怎么讲？有肉，有肉。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不理智，不久也可以啊。蛮简单。阿里奇。那女生的怎么讲？不举。那男生那个睾丸怎么讲？阿拉来。勃起那个怎么讲？阿克。射精要怎么讲？怎么打？哦，男生打手枪那个怎么讲？就是没有个讲，也可以讲说如三如四。我讲很爽那个字怎么讲？爽啊，很色，麻巴。对不起，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
鸡飞狗跳。鸡怎么讲？大就那么难了。飞，拉嘎狗，跳，狗蹦，怎么会问这个？好，那个不是我让小朋友学单字。哦。红男绿女怎么讲？红怎么讲？嘎啦。男生。绿贵。绿色。大色。女生。美丽。好。吴宗宪有一首歌《屋顶》，屋顶怎么讲台湾？屋顶哦，拉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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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拉木。那月经怎么讲？那是血，拉木，拉木，拉木是血，拉木是那个很像，哎，有一点像，蛮像，那个有点像。你不能是讲月经的时候血，血是拉木，拉木跟拉木不一样。有两种，我还你再发音一次，拉木屋顶，拉木。拉姆哦，拉姆，拉姆。那月经呢？瓦汉，月经是瓦汉。好，瓦汉。保险套的话，讲太阳话，怎么可以形容这个新产品？是嘎巴，嘎巴。怎么形容比较贴切？嘎巴是袋子，是不是？还是？就是那个，就是稍，就是类似袋子啊，类似那个意思。但是它国语是叫保险套嘛，哈。那太阳话怎么翻最贴切？就是那个翻译的艺术。怎么形容会搭句？就是说哇，这形容很棒。撒入乌达斯卡巴。撒入乌达斯卡巴。撒入是什么？撒入就是包。乌达斯是你的那个嘛？男生的器官，阳具嘛。卡巴就是那个套子。撒布乌达斯卡巴啊，撒布啊，对，应该是撒布。好，那那个叫乌达斯那个喽，也要讲哦。可以啊，有的看一看怎么形容都可以啊。撒布卡巴乌达斯妈妈。好，对。那个我们常吃那个热狗哈，照字面翻热怎么讲？鸡肉。狗。好，现在是。香肠怎么翻？很像是手干巴嘞。那个大肠呢 ？Yes。手干巴来 use 啊，手干巴来 use， 对，手干巴来 use。辣妹，很辣怎么讲？很辣。很辣哦，没辣巴嘞。那个妹妹怎么讲？所以跟那里。那个谢金燕那个姐姐怎么讲？唱歌。所以跟那里。我们玩那个扑克牌哈，大老二要怎么翻？我把乌达斯。胸罩怎么讲？啊不。奶嘴帮我照字面翻，奶怎么讲？布布，嘴巴，呱。卫生棉要怎么讲？如果讲吸血的布要怎么讲？小大帮小大木。尿布呢？尿尿怎么讲？布的木。蝙蝠怎么讲？小兵。好，那个小兵。人怎么讲？狐狸。假病是蝙蝠侠可以翻假病是狗粮吗？哦，对，可以啊。超人吼，那个超级超人，那人是狗粮，好吧，是狗粮，是狗粮是人嘛？哦，超人。乌鸦怎么讲？甲公。那乌鸦嘴怎么讲？甲公瓜。排骨怎么讲？骨泥。那鸡排呢？鸡就是鸡嘛。那大骨泥，那大骨泥哈。那个腿怎么讲？母鸡啊，母鸡，母鸡有一腿怎么讲？马鸡好多母鸡。